打游戏吧。我觉得这皮肤其实也挺好看的。这英雄联盟配音越来越不行了，换了个皮肤，那配的音跟原来一样，给我加了点声音特效。别跑啊！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！刺儿！你看那个大虫子，那绅士的那个皮肤，它的音，所有的音都改了。哎，刺儿，什么相位猛冲啊？这是刺儿，兄弟，我佛了，相位猛冲。哎，哎呦我，这行啊，这打完就跑，沉默。完了，又开始，就每一把就没有一个人不掉的，哎，简直了！这家伙。这把打武器大师，我们点个气力，我们点个三级 W 技能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气力，气力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点盐，能换了不？左边那咖喱奥传送了，咱也没法跑。哎，我这饼干我记我吃了呀，我看见传送了，先来个小反甲吧。拿个钢丝儿。还就这，哎呦我天哪！还就这，那后边有人卡着我，我们没办法拉扯，我只能原地跟他站撸。你跟我说就这，没有那咖喱药，他能有勇气跟我打吗？我拉扯都没办法拉扯，我后边有个人，有个鸟人，还就这。他没有人，他不可能敢跟我打。沉默，起立。刺儿，刺儿！哎呦我操！刺儿，起立！
沉默。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沉默，起立。刺儿，你看这他可以往后走，你知道吗？不用跟他站拢。刺儿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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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大同这技能型英雄跟武器大师硬撸，那能行吗？我们肯定得慢慢跟他打，你给我位置能走位我就好打他，你不给位置那旁边全是人没个打，回家了。好憨哦，先来个日炎。那武器大师这一波人没了，10%去中了，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，先吃个兵来，这边不急推啊。我不管，这把我必须得特别大，啊！这把我必须得特别大，谁也拦不住我了。他把红打了，厉害呀！现在没有大招，也不着急耗他。也不着急推线，就慢慢来，他如果上来我们就耗他一下，他如果不上来我们就等等大招好了，哎，我们再尝试能不能把他杀了。现在耗他血没有什么意义，别晃了。哎呦，痛！起，沉默，刺儿，起，刺儿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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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咖喱奥来了，溜溜溜溜溜！咖喱奥来了。起立，还好我没回家。下路来了。其实没必要回家呀，
他们应该是去打峡谷去了。这武器大师不回家，一会儿把他吃了。他如果这波再不回家，他要死。看他回不回，回的话我们把这塔皮吃了。 OK， 走一走。还可以推一波，正好吃个小兵回家啦。来个冰拳，出个水银，还水银还行吧。那咖里奥打控制的，下路一些塔没了，挺烦的。这波我估计武器大师不能去中。嗯，他去中了吗？哇，这都他都往中走，真是个混子。来，跟我来。谁来？全杀。粉末，刺儿。小兵几条龙吧，这边才一条龙，那就没关系。变大，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不用过去了啊，过去我们也白送，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死，没有意义，不用过去，二塔能守得住就行。好，这波再往上走一走。怎么回事啊？ ADC 挺狂啊。回家了，出点什么呢？对面基本上都是物理伤害啊，我们先来个大冰心吧。省着蓝不够用，先来个大冰蝎儿，然后这一把对面跑的比较快，我们再来一个魔抗。我有了，现在魔抗不用再出了，那咖喱奥出的是 那个日炎，不用管他，都基本上都是物理伤害。我们再出个板甲，跑得快点，省得风筝我，最后再来个巨酒就完事了。咖喱奥什么意思？咋的呀？啊？你咋的呀？
体力、沉默、刺儿、撕、剑印、踩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一万个人，我操！而且那蓝枪还没吃死，蓝枪出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能没吃死呢？刚才跟我车轮战，哼，有盾，哪有盾呢？是啊，塞纳给大招了，天！往中路走一波吧。那我来了。这 AD 为什么往人脸上穿呢？一网拿走，你给我体力，嗯，一网拿走，网拿走，起来，再见，体力，沉默，他救不了，算了。你说这波那 ADC 都让人杀了，怎么还能打成这个样子？是因为塞纳太狠了？家伙，你看人武器大师，虽然说人家崩吧，但最起码他等级他跟我一样高，他能有用。俺们家这几个没啥用。啥意思？来呀，你不是五个人就完事了呗，来三四个就让他来，无所谓嘛。虚区还是有点低，还是得先出一个巨型九头蛇。跑的有点慢啊，跟我来来呀，22-7呀，哎，我才发现俺们家22-7呀，沉默、闪现、吃刺儿、体力、沉默。给我一顿打呀！哎呀天，你杀他也太没有意义！哎呦我彪呢，艾克！哎呦我这艾克像点话啊，这艾克可以，艾克。4-6，我吃个蛤蟆，塞纳挺烦人的，不行下波把塞纳杀了吧。
艾克拿着俩人头，全大人头，直接两件套。艾克陨落了。压吧，守一下高地。这干啥呀？起飞！起立！咋的呀？这伤害这么低吗？这，哎呦我操！这辅助给 ADC 单杀了，真是一点唏嘘也没有。还行吧，没给一波了，这还可以接受。不是去咬盾，那我也没法拖后排呀，我这英雄啊，我这英雄只能当前排打，咱也不能去直接拖后排，这肯定不行。刚那种情况，他们家其实已经落败了，你知道吗？马上追出去打，其实就应该赢的，但是这 ADC 他妈没有辅助伤害高，我给忘了。大龙别丢了就行，啊，没事。他干啥呢？挺有意思啊，他家这劲挺膨胀啊。我的天！蓝枪可以试试啊，可以追。击打几呀？不行，打不了，算了吧。哎呦我这射程，妈呀，射得真远呐！我这回家吧，我也走不了位呀、啊！他这么大，我没法走位呀、啊。嗯，来个板甲吧。不行，我直接出反甲吧。这打人太痛了，没法走位呀、啊！他射我，我只能硬顶，没办法。
我给他们顶倒是能顶得住，就是伤害有点差劲。对面没有前排武器大师啊、哦，是那个纯虚区装武器大师，都没办法打得死。而且这武器一开始就一个小破三项，那三项都不是那个，都不是优势出的，还他妈是劣势出的三项。我没死，一个都没死，那不行啊！发条两件装备还行，其实。给他换了可以接受，我们家高地马上复活，对面不打大龙就有翻盘点，没关系。辅助射程我有1000，哎，为什么我这大龙的话怎么办呢？这没法去呀，给了吧呢？大龙就只能给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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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咖喱哦，哎，我操了！这武器大师真他妈的烦，你不打他吧还不行，你打他吧，那塞纳还非得打我，无解了。你不把他吃了还不行，这个逼你是，他在这搅屎棍。